哇，是这样的，我想招一个搭档，然后可能做一个组合，然后介绍一下你自己。我叫王冕。你有什么才能吗？我那个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才能，给你展示一下吧，这样。啊，我能反手摸到肚脐。啊，那说明您身材挺好。怎么？挺好，那就是。还有一个才能、就是、啊，还有，我能用舌头舔到鼻子，舌头舔到鼻子，真的，那我还真没见过。我能变魔术，变魔术，变魔术，看敌干还敌干，变到手里了，他不见了，你好，请问怎么称呼你 ？Princess。中文是公主。龚小姐你好，我想问一下你有什么才艺吗？有什么特点什么之类的？就我特别美啊，看出来了。那你有什么缺点吗？因为咱们俩要搭档。我没有缺点。我那么美你还搭我下去？不懂欣赏。你好，我是找一个跟音乐相关的搭档，所以你的音乐素养要高一些。还可以，我音乐素养还可以，对，唱歌什么都唱歌没问题啊，唱歌我还会加一些小花活。现在你可以稍微表演一下。差不多了，稍微高级一点的那种。我会咱们的京剧，哎，京剧可以。听我给你开个嗓。下一位吧，好不好？下一位。老板，你再给我个机会，我还有绝活。绝活，对，我还会阿卡贝拉。阿卡贝拉。Listen。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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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是这样的，我想搞一个音乐组合，然后接下来呢，我会一个的问题问你，好不好？然后我们沟通一下。我先问一下，你会反手摸肚脐吗？不会。变魔术呢？不会。京剧？不会。阿卡贝拉？不会。还好。最后一个问题很重要，你有电风扇吗？你要的话，我可以。哎，不用。救你了。大家好，我是王冕。大家好，我是 CY， 我们是东东组合。因为我来自东北，我来自广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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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二三班的一个早上，班里转来了一个姑娘。哇，她好好看哦，眼睛好大，比我还大。一直都盯着你的方向，盯到我心里小鹿乱撞。你站在你妈的身边不敢说话，而你妈是我的丈母娘。是我的丈母娘，不是，是我的。我起码还会弹吉他，你会啥？我打听过了，他一定会喜欢我的。为什么呀？我听说他喜欢小动物，所以呢？正好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那我也喜欢小动物。有吗？我经常用它们煲养生汤。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我真的做了很多事。我也是。可是你看不到我，你也看不到我。我把 QQ 昵称改成你的名字，签名也改成你最爱的歌词。我把 QQ 秀设计成你的样子，于是你注意到了我，还举报我是冒充你的骗子。所以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那天放学，你路过操场，我想大力射门吸引你的目光，就算门将也无法阻挡，球砸到你脑震荡。当当当，希望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听说你喜欢上一个男生，我还照着他的样子把头烫，可是你心里却只有他。谁啊？郭德纲的搭档。所以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那天放学，你又路过操场，我想百米冲刺吸引你的目光，我没有失误，你也没有受伤，只是我跑得太快了，快到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站在毕业典礼的礼堂，明天过后就要添个一方，我决定今天一定要向你表白，可你的位置却空荡荡。哎，小芳呢？你不知道吗？他进医院了。为什么呀？因为他复发脑震荡。你看不到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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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我。十年后的同学聚会，你还那么漂亮。你已经成为了新娘，可我们都不是新郎。酒喝多了，你靠过来悄悄地对我讲，你说其实那些年你做的所有事情我都知道，你偷偷放在我抽屉的千纸鹤我还留着，每天上课你会悄悄在我桌上放一杯奶茶，我还记得你当时有个外号叫水手，对吧？有时候我经常在想，如果当时你能主动一点过来跟我表白的话，算了，都过去了。小凡，等一下，有句话我一定要对你讲。那都不是我，你说的也不是我，你根本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不到我。谢谢。觉得我们马上上台了，然后我们开个嗓吧，好不好？开个嗓。啊，我先开头吧。无法脱身的眼泪。我不会唱粤语，我不会唱粤语。难以忘记。初次，不是初次。陪你。哎呦，这调不太对，调不太对。太没有默契，我俩这个默契好难抓。十九岁的周震南。年纪轻轻就已经人生圆满 ，C 位出道在男团，不当偶像也有一堆家产，他好像还是很不满，甚至想改名叫真顺，说他人生真难。你有点强人所难，你真是勉为其难，你咋不左右为难，左为炒蛋，红烧牛腩，真心疼周震南，咋活得这么难？跟你一比，我人生是真简单。十九岁当主咖实在是太难。我快三十只需要唱彩蛋，我真的很感谢老天让我活得这么简单。东川增高店我就没人管，你有1000万的粉丝盯着
难。一堆广告代言，你一定档期很满，连轴转的拍摄一定让你痛苦不堪。还好我没代言，只有一句植入：海天黄豆酱怎么吃啊？它都好吃。说完就行，我们可真简单。男男的粉丝都说真难真难，难上加难，进退两难，上北下南。那就衷心祝愿你以后的人生能够平平凡凡、普普通通、一般般，比我们还简单。没人能理解我有多累，每次离开赛场都很疲惫，身上的重担让我很崩溃，因为脖子上挂了一堆金牌可真累。我不是没给对手机会，尽量多上综艺，我少练几回，可还是挂着金牌十四枚。我本来心脏就不好，还得保护颈椎。沃顿说他能够和我媲美，我配。有人问我，孙杨你为什么总是爱流泪？因为我想给对手放放水。我知道成绩不能永远都完美，毕竟转眼我已28岁，再强的人也不能和时间作对。我会游到最后一刻不后退，总有人质疑我在赛场上犯规。对，因为我不是在游，我是在飞。好，大会。喂，郑哥，你先念一念，太好了，导的也好。哎，下部戏还缺演员吗？我有档期啊。喂，郑哥，喂。一定很多人讨好你，为了上你的戏拍你马屁。但是徐峥，我要告诉你，你的导演能力真的不太行。你找黄渤、陈腾去拍戏，票房哪个几十亿不是天经地义？有本事你找我俩拍部戏，票房还能好，观众才佩服你。来吧，加个微信，快让我扫你，别说没信号，你不在无人区。我不是药神，但我有生发秘籍，是不是心花怒放到不行？真的没关系，我也不挑戏，演块疯狂的石头也可以，或者演囧系列，算了，不可以，那个评分确实越来越低。到底是你扫我还是我扫你？你别逼我买辆车现在去找你。就你还买车，你那有什么吗？你去瓜子买二手车，价格比较低。别墨迹，你扫我还是我扫你？王晶要是找我你就来不及。我想去拍电影，我悄悄告诉你，我觉得我们老板不懂喜剧。当年想像你一样的玩摇滚，天天跟我妈吵架。我同学都想去清华河北大，我天天吵着去拉萨。想学你带着灰姑娘去私奔，甚至留起了长发。我攒钱卖了这一把吉他，已经准备好要跟你出发。郑钧，郑钧你在哪？结果你说兄弟，我要回家练瑜伽。郑钧，你的摇滚精神啊，难道是天天熬夜熬得没精神了？
加劲儿，哎，你就倒下。你以前明明很酷不说话，现在巴巴的上综艺，我说怎么上了个巴巴回来啦，证据你的摇滚精神啊，是什么让你抛弃了你的长头发，难道是头屑太多实在没办法，是巨蟹大魔王不行吗，做奶爸做动画你到底想干嘛，记住你是玩摇滚的郑钧，你得支棱起来呀，太好了。中单大爷上单 ADC YMIGING，女生搞不懂没关系，反正这些全都比你有趣，约了男朋友去看戏，到了剧场发现只有你自己，你打电话问他你在哪里啊，他说嘘，我在地方的野区，你准备睡觉已经上床去，但是他却还在看 PDD， 你为见到了九十斤，他看两百斤的胖子也不看你，你不知道谁是 PDD， 为什么男生都被他吸引，你在男朋友面前穿着比基尼，他说起开你个蛇皮，老子要看 PDD， PDD 最近有什么好的呀，你们男生为什么都喜欢 PDD 啊，他一直都在突破自己，抽烟都要犯着戏，他无私奉献热心公益，送走很多 MVP， 一个鱿鱼鸭脖香蕉牛奶西瓜皮，你看他多文明，生气也只是报菜名，他热爱游戏练习可以洗洗外都疯狂发育，他上单地就算退也是我们心里永远的传奇，男生都爱 PDD， 女朋友算什么，算什么东西，把口红涂了又擦，播到喉咙沙哑，也从来没放过假，请你休息一下，不要再直播了，我真的好心疼我的钱啊，这是最好的色号，这是最爱的色号，我一点进你的直播间就再也跑不掉，使劲给你送钞票，余额咔咔往下掉，我是不想活了，要不然你给我卖点安眠药，怪自己不争气，自从看了李佳琦，出门再没打过的，下班还得捡垃圾，如果你也因为看他直播再也买不起，那就跟上我的动作整齐划一，来左边掏出看直播的手机，在你右边砸向地走起，在你右边捡起的烂手机，再跟上一脚回旋踢，别停，有人问你以后还看直播吗，左边右边摇摇头，不要再去掏空自己的裤兜，送他金盆洗洗手， Oh my god， 这个金盆好好用哦，买它，新品上架你就说买它买它，工资还没有发你就想让我刷卡，请你休息一下，不要再直播了，我真的好心疼，全场一起来让听到我们的呼声，我的钱啊，周先生外面下雨了，要不要我去接你回家，好，周先生你是专业的，你说我的演技怎么样呀，差，周先生别再冷战了，你给我个台阶，给，那我下了，我念错名字网友把我骂，你要不要帮我说句话，
哇，这就是爱情吧，就是爱情吧，一个胡乱说话，一个一言不发，就是爱情吧，就是爱情吧，周先生你同意吗？对，你看他理我啦，谁说我卑微呀，李诞纯粹就是嫉妒我们俩，周先生你说呢，周先生你说呢，你看他说的多好呀，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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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男子主义我也没关系，总给我招黑，真的很 sorry， 这就是爱情吧，我们不懂呀，真是让李国庆嫉妒到摔杯子，这就是爱情吧，我们不懂呀，只要你们俩能开心就好吧。我是宇宙最强甄子丹，1963年注定不平凡，我天生下凡，我是甄子丹，除了我没人能做 number one， 我是宇宙最强甄子丹，听说有人说我演技烂，武打明星排第三，你看看成龙李连杰他演得多自然，不是我表情太死板，是对手表情太饱满，我就把他的戏份我改了又改，我删了又删，我是不会有错的，因为我是宇宙最强甄子丹，子丹子丹子丹，我是宇宙最强甄子丹，所有人都给我靠边站，甄子丹拍戏能够接子弹，我甄子丹接的都是甄子丹，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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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把武警泰森打一遍，已经找不到陪练，叶问系列的最终篇，我要干复联，因为我是宇宙最强甄子丹，我要打十个，所有的调侃我都能看淡，只要我的作品不留下遗憾，因为我是甄子丹。我本来以为自己已经收工了，我也是，甚至买好了回老家的动车，节目组说慢着，你还有一个活儿，节目收尾再写一首歌，连续创作3个月我收工了，熬夜写稿熬得我都快吐了，艺术加工嘛，夸张一下夸张一下写完又被淘汰，我真的累了，生活里的素材全都掏空了，我觉得咱们俩得为下一期节目开始做准备了，对对，我要丰富一下我们的生活，积累一下素材才能写段子，对吧？你有什么计划呢？所以我决定明天去小辉的车间上班，但忽然去医院只只小船，跟着庞博逛逛动物园，去上卡姆台的表演班，大家都学会了吗？下面锤啊，锤就没锤，对锤，对对，我还要学习播扬，见到人就大喊，我是真的真的很不错，和斯文回家陪程璐吃软饭，文文见见过怎么讨好老板才能每期都讲谐音梗还不丢饭碗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有几个很重要的名字我们刚刚都没有提到，但其实每一期呢他们都陪在我们身边支持我们，所以在这里要跟他们说一声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村长酒重新定义了年轻湖水的罂粟透明质酸小白瓶，
刷牙就用高露洁360，蓝和绵羊奶粉好贴心，宝宝去火小葵花露再来一瓶，东风风神一炫汽车智能有型，什么下一季再继续合作行不行？行，最后还有些话想说给大家听。我知道生活和你总在互相拉扯，就放肆笑吧，冲淡了苦涩，那些烦恼你以为过不去的其实都能一笑而过。谢谢你的笑声从不吝啬，听我诉说着喜怒哀乐，冠军应该是 CY 和我，可惜画面定格在此刻，下一期再见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